你知道蜘蛛侠战衣有多少功能吗？电影里蜘蛛侠共有五套战衣，其中前三套是布料纤维打造，质量很一般，还容易坏，也没啥特殊功能。第四套战衣是毒液共生体战衣，个人认为是最特殊的一款。毒液战衣可以大大的提升蜘蛛侠的战斗力，但是有个缺点，就是容易被毒液反噬。不过完全不影响毒液战衣的战斗力与帅气，就连毒液自己都承认蜘蛛侠是自己附身过最牛的身体。接下来是蜘蛛侠的第五套战衣，也是最科幻的一套，钢铁侠托尼斯塔克为小蜘蛛亲手打造的纳米战衣。这套战衣的功能最为丰富，咱们挑几个最强大的功能讲解。功能一，纳米入侵，成千上万的纳米颗粒可以反向入侵并操控一切电子设备。纳米科技 YYDS 功能二，一击必杀模式。开启这个功能，蜘蛛侠会伸展出多条纳米蜘蛛腿。这个模式下，蜘蛛侠灵活性和战斗力大幅提升。在电影中，很多危险的情况下都是蜘蛛腿立下大功。功能三，人工保姆，也就是蜘蛛侠战衣里面的智能系统凯伦。该系统可以与蜘蛛侠对话，分析战斗场景，根据不同的场景给蜘蛛侠提供不同的作战方案。最离谱的是，还可以调用外太空中的上万架无人机。哎呀，不得不说，这纳米战甲太强了，就算是普通人穿上也能变成蜘蛛侠呀。